手对上棒球国手，要来比拼足球射门。我射进去，还射进你的心。哇！下来了！完了，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。全明星四江宏杰射爆小小锅收头，曹佑宁抱整箱演讲爱的看板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红蓝黄队正式成军。是的，全明星第四季分队名单起号揭晓了。不过在强人大战开始前，选手们先在躲避球测试赛进行了彩线大战。彩线，。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偏脑冲的部分。第一轮男选手指名三位领队的状元名单，统统没中彩哟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开牌。小火锅的是 Z， 这个是夏普阳，我的是黄宏轩。黄宏轩，蓝队。夏普阳，红队。黄队，来自组的第一轮，三位领队所选的都是不同选手，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选秀状元。看看我们第二轮会不会有相同的，好不好？我是张家生，我也是张家生，你也是张家生。小郭是谁啊？陆小孩。显然我跟小杰这个 CP 三季下来也是。有点默契。其实我不管去哪里我都很开心，既然我现在是红队，那我们就把以前没有得过的把它扳回来。第三名，还是第三名，是第三名，不是啊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女子组选秀第一轮的三位选手。林玉书，黄队。赖碧。蓝队，黄队，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。哎，好了，所以就是看这个了，漂亮。这是 A 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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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运气真好 ，A 耶！刚好是翻。送香肠啊，对，都加烟香，应该有史以来最特别的应援吧。然后抱着香肠这样进来，我承认都是香肠惹的祸，那样的形状太美丽太动人，都加烟香。小小副歌，前次刚好一直有提到你，好是吗？那就这样好了，还是错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先记下来，就是除了运动表现以外。国手要来比拼足球射门。我射进去，还射进你的心。哇！下来了！发现江宏杰的第二专长，足球，足球很厉害，超强，超强。完了，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。